这豆哥那画这黑眼圈呢，我看着就厉害。东土大唐有个高僧，当看到金飞怒怼画着眼线上台的那哥们儿的时候，才明白相声演员也分三六九等。我没见过从老到小这么一个装扮上台的，你这不是相声吧？他在舞台上很少针对一个人，除非真的忍不下去。我们打小的也学习相声呢，时间也不是很长，但是呢，老前辈老师们跟我们说呢，上台我们的穿着打扮还有我们的形象，要相对要讲究一些，跟舞台上跟你的表演没有关系的东西呢，尽量不要带到舞台来。选择对手的时候，直接点名了眼线哥，并不是他们欺负弱势，主要是一个真心爱相声的人看不惯他不尊重传统艺术。不是说我们呀，挑弱的来。对，实话。我让俩孩子知道啊，得对这门艺术得敬畏之心和尊重。结果人家对这个好心的劝告根本就不服。哎，他们画出来不好看啊，这个眼妆也是跟着那个孟美岐那个妆一块走的。比年轻，比新颖，比形式，比态度，我觉得我们都要优胜于他们，走着瞧吧。就这个水平效果，这不禁让人怀疑他这是夸孟美岐还是骂他呢？自信是好事，可过分的自信就有点自负了。而且我觉得这个眼妆还蛮适合我，我想做相声界的爱豆。第一次知道原来爱豆还有自己封的，大家公认的相声界第一个偶像张云雷，这个称号都是别人说的，他自己没自封过，从来都是规规矩矩说相声的，只有在唱歌的时候才化舞台妆。眼线哥的事儿一出，很多人把他拉出来挡枪，可人家的眼线是天生自带的。背外来了的眼线太重了，就像眼眶里塞了轮胎，还是自带眼线，自带眼线。我猜你也想靠近吧，啊，咱睫毛长气死你。他好心劝诫眼线哥，年轻演员更应该把功夫放在业务上，而不是哗众取宠上。结果人家不但不领情，反而讽刺他们的东西老。看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虚心接受别人的建议。先说，我觉得两位哥哥有可能东西有一些比较老，希望多创新啊，还是真正的做到相声新人。他们的默契程度没问题，但是他们就是段子太老了。很多人就用老作品来证明自己的功力，这你那参加别的节目，这个相声有新人可能不适合。虽然辛杰和搭档在两组演员互评的时候出言讽刺，但是金飞在评价他们的时候没有睚眦必报，反而很诚恳。就是你利用相声把你的才艺全穿起来了。这个相声有新人的舞台，头一句是传承经典，活在当下。我们应该先把这个经典传承好，再活在当下。金飞晨曦的相声水平是得到行业内外公认的，一句热得快炸了，更是获得满堂彩。而且这档节目总冠军孟鹤堂夺冠的作品也是他写的。前两天最热的时候，我们家热得快炸了。那你开空调吧，开空调管用吗？你热，你可没听懂吧？我跟大伙聊会天，我们家热得快炸了。开空调啊？怎么着？空调这俩字你听着特生僻是吗？买不起空调，买个电扇。没听懂吧？前两天最热的时候，我们家热得快炸了。开空调！我再说最后一遍，爱说几遍说几遍，就得开空调。你给我听明白了再说吧。我们家烧开水用的那个热得快炸了。其实这就是所谓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。他们两队，一个走得先尊重传统再跟上潮流，另一个就想靠与众不同来出圈。当然不能评价他们的努力是全没用的。张国立不就是因为没有相声演员画眼线而让他们留下的吗？其实相声有爱豆没人反对，但是他的洋相真的不好看。陈曦也是语重心长的说了句实在话。第一次看见就是我们同行有这弄着眼线，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就是兄弟我给你提个醒，就别老每回都画了，不行就纹一个吧。其实郭德纲还说过这么一句话，只要观众喜欢你，你怎么都是对的，没成功之前还是低调点儿。